来现在一点钟，我发觉那种可以天天做 vlog， 然后每天都发影片的，我真的觉得是太厉害了。我真的是，我觉得今天我需要休息，你知道吗？这几天的睡眠时间实在太少，然后每一天晚上弄影片都是超过六七个小时，我真的觉得超屌。你不觉得每个 vlog 都是从计程车，要不然就是从 Uber 里面开始吗？因为我今天要去台北，我自己觉得我有点走火入魔了，但是今天要再去买一个东西，然后买完了以后呢，我还要去补色，因为我的刺青手指这边有点掉色。补完色以后呢，我还要去看一个工厂，然后看完以后回来桃园，然后再跟我家人碰面，超赶。哎，我今天终于收到 Instagram 的通知，可以开直播了。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等那么久，看到之前在很多 YouTube 啊，在 Instagram 上面很多这种名人都已经开始做直播，我超想要做直播。结果今天开始 ，Oh yeah，Oh shit， 哦、oh, 好嗨哦，哦、oh, 超嗨的，我现在。哎，我现在走去，等下去拿票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车，我们等下见。只要买这整个机子啊，我之前不是说很重嘛，这个现在完全是手可能直接拿个十秒钟然后就要换手。这个机子的话，我应该看到视野更广，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我换机子好像只是感觉好像只要把视野弄大了。这个机子其实将来的时候我来拿来拍一张商品照啊，我可以换不同，我可以租借不同的镜头，然后去达到我要的效果。Words that I say, downtown the lights out, but we choose to stay. I don't know.清一下，嗯，OK。哦，这样就蛮痛的，就是冰冰凉凉的。对啊。会那个会心啊。会心啊，嗯。就是刺痛。会啊，有点。那是酒精吗？不是，酒精会更痛。哦、那是什么？什么冰冰凉凉的？绿藻，因为它是清理伤口的。就很舒服，不会太刺激。但是就是，哎、欸，这样洗洗就干净了。对啊，这次大概两只手补色，大概才花个四十分钟。补色很快啊，超快的。对啊，补色很快。哎，第二件事情完成了，现在要去。现在手有点比较好，不像是刚刚的时候握的时候都会痛。我现在要去看我们现在Tiger的衣服制作的工厂。去监督，应该不是监督，应该是看说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啊。我们在过年期间的时候一定可以开始做贩卖，所以要把很多事情先一定要确认是处理好。然后我们现在是又在 Uber 的车上，最近好像几次在拍的时候都是在 Uber 上面，因为一直跑来跑去。现在等我朋友来接我，希望今天有时间可以健身，我真的很希望。但现在已经5:24了。麦克风来了，来了。对，
Hello， 哇，反正那么黑看不清楚。其实不会，看得超清楚的。好，谢谢。我知道为什么你平常完全不想屌我。你很知道很累，对不对？一整天的口才知道，你才知道，那你可以了解我的感受了吧？对吧？没关系，我可以体谅你。你要不要看一下帽子？帽子很好看哦。你开错灯了，那太暗了。而且我刚戴上去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比想象中好看。黑色在你头上哦。对。啊。妆容太少了。是你当初自己要选那么少。拍谁啦？哎，好大哦！哇靠，超好看的哎。超好看，版型好看。而且，而且它这个皮质看起来很漂亮。对啊。但是这个颜色会不会男生不太敢？不会，我刚刚戴了，我刚刚已经戴了，超好看。白色不是吗？粉红色。我现在戴的这个是黑色的 Tiger， 小 logo 在这边，然后这是女朋友设计的。我刚刚有戴，其实很好看。它这边后面有字，这边写 Tiger， 然后这边写 Team， 超帅。可能男生觉得说啊粉色，但是我刚戴超帅。我叫你看手机，你不要弄。会吗？你这样会收音进去。我靠！要不要帮我 model 一下？还没有那个啦，身材还那么那个。这是我弟，他是我哥。故意吸肚子啊？其实我故意吸啊，我肚子现在就差不多啦。你是我爸，对吗？我看好看吗？Nice， 好穿吗 ？Yeah, it's pretty good. It's very good. 而且你身高多高？身高176吧。176。Yeah。176，然后穿 medium， 对不对 ？Yep。今天真的是不错哎。他穿这件是真的算是很好看，我自己都很爱。我现在穿的是帽 T， 但是我因为我身材比较，我身高比较矮，所以我穿 small， 他穿 medium， 所以你看170和176， 176穿 medium， 170穿 small 就可以了。我们还要做更小的，就是extra small， 就是 XS， 然后当然最大的话就现在只有 L 而已。但是我们将来应该会做 XL， 当我们做越来越大了以后，我们现在要去回到我以前的家，等一下见。帅吗？帅，干，超帅。我等下的ISO太高了，我靠！看，你这变很，你变很瘦哎、欸，变瘦啊，就是有瘦超多的，对啊，一直在运动啊。现在回家的路上，现在11:11了，也就是说，我大概还有30分钟的时间，把我自己整顿一下，然后就开始坐在那边编辑今天的影片。所以啊、我想要在这边就今天结束现在的 Vlog， OK？ Thank you guys for watching. I'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. Peace. She high profile, style so wild, born in the night.